起床了，宝贝们，今天醒得很早，一共是七个菜，家常菜，很久没有吃了。吃外卖的一天开始了。其实还是这种家常菜拌着饭比较好吃的。今天不直播。休息一天，所以吃点家常菜。青椒肉丝是我的最爱，还有这个牛肉。西红柿。西红柿这个酱汁拌饭，再来一口这个水煮牛肉。太香了吧，依旧把茶安排起来。茶给大家准备了活动，宝贝们，今天不要等我直播拍了，因为今天我不直播，你们直接去找模块新选的客服小姐姐安排就 OK 了。今天头发太油了，等会儿我就要去洗头，然后好好捯饬捯饬。